大家好，我是流浪艺术家 Peter， 今晚你想要喝啥？看到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制服，就知道今天来点不一样的。我们首先邀请特别嘉宾普普。我来喝酒了，大家好，我是普普，然后我平常是个直播主，也有在拍平面的模特，平常有做一些戏剧的演出，这是我工作。多才多艺呢。对，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 IG， 里面有一些上班不适合看的照片。什么上班不适合看的照片？中场休息，我们会看照片。好，那普普你本身有在喝葡萄酒或是任何酒类的习惯吗？有诶，我很喜欢喝葡萄酒、红酒、香槟，还有调酒。那你平常都什么样的状态，或者什么样的情绪去喝这些葡萄酒，或是你都喜欢什么类型的葡萄酒？基本上就是开心的时候要喝酒，哦，然后难过的时候更要喝酒，对，非常好，哇塞！伯伯，你本身有喝过用葡萄酒做的调酒吗？葡萄酒，没有尝试过哎。那你平常喝调酒都喝什么样的调酒为主？一般来说就看心情喽。是，像心情好的话呢，我就喜欢喝甜一点的；那心情如果不好的话呢，我就喜欢喝烈一点的。那你今天心情是？我今天看到你心情蛮好的，谢谢。好，那我今天就来做一杯西班牙非常道地而且经典调酒 Sangria。你有听过 Sangria 吗？没有听过。非常好，其实 Sangria 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而且非常的多样化，它没有固定的 recipe， 因为它是西班牙的国民调酒。那今天呢，刘老师就准备几个当季的水果，我们来制作一杯简单的 Sangria。那 Sangria 首先你会使用到几个重点，红酒。红酒，然后呢，兰姆酒，然后新鲜水果丁，就你想吃什么就加什么。那首先可以帮我加一点冰块吗？在底下，没问题。冰角要几粒呢？八分满，谢谢。这么多啊！感谢你。冰角来了。接着我们加入一点新鲜柳橙，然后再来一点，好香哦。苹果，现场充满水果香气。奇异果，对，颜色就比较有红、有白、有绿。奇异果对身体健康非常好，哎，是啊，含丰富的维他命 C。没错，啊，加点桃子可以增加口感。好，然后再加点新鲜的芒果，现在正产季，有满满的水果。哇哦，开不开心？变成水果杯。那接着呢，我们就加一盎司的 rum。那当然，如果你喜欢喝多一点酒精，那你加多一点。接着呢，红酒大概加七分吧。大部分都是红酒。是因为主要结构是以红酒为主，最后为了让它口感更加的清爽，我们再加一点雪碧，或者如果你比较不喜欢那么甜，你也可以加一点苏打水。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雪碧，它的颜色很漂亮，欸，是女生会喜欢的，而且重点是非常好喝，新鲜现采的薄荷叶。好，那就完成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普普来试喝一下吧。好的，好特别哦，很清爽，然后有水果味道，嗯，然后又有一点微气泡。像这么热的天气，我喝上一杯这样冰凉的 Sangria， 会觉得非常的消暑。好像水果味道的红酒，是有没有觉得更好喝，比一般红酒喝起来更加的舒服？Sangria 它不是只有用红酒制作，它也可以用白酒制作，而且白酒制作方式跟红酒制作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它的变化性是很大。你知道 Sangria 还有成人版的吗？成人版，是的，想了解。所谓成人版，顾名思义就是将苏打水的部分直接替换掉，改用所谓的香槟，或者是气泡酒，或者是西班牙当地的卡瓦来调制，会更增加酒精的口感。卡瓦是什么？巴拉吗？没有，它是一种西班牙的气泡酒，叫卡瓦。哦，这个可以去看前几集的《流浪侍酒师》。哎，我们导演说对了。哦，所以这样调酒你还喜欢吗？我很喜欢。有没有符合你现在心情？有，而且你看哦，又可以喝红酒，然后可以吃到水果。嗯，是不是很适合夏天，然后很适合女生，很适合女生。好，那除了西班牙的 Sangria 以外，其实西班牙他们当地还有另外一个在巴斯克地区也是用红酒下去制作的调酒，叫 Calimocho。 Calimocho 不是，那是 Calimocho。 那是 Calimocho。 那基本上呢， Calimocho 它的制作方式更简单，嗯，它只需要几个东西，红酒、可乐跟柠檬角，只要这三样，就这样，就这样，非常的 easy。 所以呢，一样，柠檬角，把柠檬汁挤出来，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红酒。你可以用一半一半，看你个人。如果你喜欢酒精多一点，那你就加酒多一点；如果你喜欢喝起来比较清爽一点，你就加可乐多一点。好，这样算是酒多一点的吗？算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嗯，是的。这样有点像是那个嘛 ，Whisky Coke 的感觉。类似。把 Whisky 换成红酒。红酒。没错。然后再加一片。把柳丁片。这样就。
Cali mucho， 就完成了。Cali mucho， 卡里在笑的样子。应该是卡里真歹唱啊，卡里歹唱，卡里歹唱。好，那婆婆喝喝看另外一款不一样的调制方式。我来喝喝看啊。哦，如何？好想配电影哦。为什么？就是电影的味道。电影的味道。我想配一部电影，对，这个超适合搭电影的。你知道西班牙他们在欧洲当地啊，他们喝酒的方式其实很随性。嗯，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么的讲究，说一定要用高脚杯，他们甚至可以像红酒加可乐、果汁杯、红酒加雪碧、红酒加任何水果来调制一款非常容易好喝、易饮型的红酒调酒，这是他们当地人的一个饮食文化。嗯，对，其实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那不知道普普对今天两款酒，你比较喜欢哪一款呢？是第一款的 Sangria， 还是第二款的卡拉木酒？不是卡拉木酒，卡里木酒。卡里木酒，你喜欢哪一款呢？哦，好难选择哦。那我选 Sangria。获胜，因为它层次很丰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非常喜欢水果，对，所以我就觉得一口酒，然后又可以配上水果丁，哦，对，很适合夏天，然后就是有点解酒的感觉，对，可以喝很多的感觉，可以喝很多，可以喝一整壶，可以喝一整壶，对，因为他们都是一整壶在喝的。而且我们配700cc， 700cc 吗？是。小杯。基本上这两款调酒都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轻松，容易制作，甚至在家可以轻易制作哦。那不知道各位喜欢哪一款呢？有任何问题，记得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也欢迎订阅、按赞，并且开启小铃铛。也欢迎追踪流浪兽的 IG 跟 Facebook， 还有普普的 IG 哦。我们 IG 是 tzupu.0620。那我是流浪兽师 Peter， 我们下次一起喝两杯吧，拜拜。Sangrito 完成。厉害。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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